整个全部总动员，好，所以今天晚上就持续的不断扫荡下去，把这个犯罪压迫一定要把它立即有效的压制下来，绝不容许任何的歹徒在我们新北市嚣张。虽然你已经抓到了，但是也要持续追查有没有幕后，甚至有没有其他的犯罪集团。我们对这种不法犯罪集团绝对不能手软，全力压制，好，好不好？所以你自己要亲自要带队整个扫荡，好不好？好，绝对不允许也不宽待这种事再发生，好不好？我们在52台被撤照，我们在 YT 被限流、被黄标，我们在脸书被检举、被降触及，我们全都遇到过。但是我们不放弃，让真相被听见、被看见。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App， 这里永远不断线，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因为这个 App 非常贴心，中天的新闻、直播、节目全都在里面，一次满足。